不敢擦蓝环章鱼缸。切，就这活我哪个月不得干两回，加码擦缸加收拾卫生加换石头，不就是个小小的蓝环章鱼。不是怂啊，碰巧我这个刚擦完狂犬疫苗不能沾水，又碰巧我这手老风湿病又犯了，养育人职业病你们懂得。解释一下，不害怕啊，就这个水吧太凉了，沈阳断崖式降温，还是拿这玩意儿吧，先把蓝环章鱼捞出来，然后给他们换个好看的石头。现在这一堆破石头底下藏了多少蓝环章鱼，我自己都没个数。九个，我啥时候买这么多，怪不得那鱼场死活要给我办 VIP。接下来把石头全部拿出来，然后把沙子里的章鱼臭臭翻出来，最后把缸整体擦一下，然后等水过滤干净就可以放好看的石头啦。去，哎呀，我的老风湿说犯就犯，那这整的这一碰水就疼，还得戴手套啊，呀，别掉色的。然后给它往这一放，蓝环章鱼再一入住，查数啊，呀，一、三、四、五、六、七、八。狗呢？狗呢？哎，你好，您家监控能上门按摩？按完了，两个高清摄像头，360度无死角的监控，整个地下室蓝环章鱼露头，保证能看着。然后我就过上了吃饭看监控、蹲坑看监控、洗澡看监控的日子，终于让我发现了蛛丝马迹。看着啊，是他不？是。猜猜我要说什么？没错，就是你们最熟悉的那句话：新章鱼到了。就是有点小，不过小点无所谓，它能活着到我家就说明它有别的章鱼没有的毅力和运气。话不多说，咱们先来过温过水，一会儿给它入缸啊。现在炮弹过温呢，给你们看个好玩的啊，章鱼这不在这儿呢吗？来，你们看螳螂虾扒着那个石头边盯着那个章鱼看呢，这也不知道这是想吃章鱼啊还是害怕章鱼啊。 OK， 过温过水完成。这卖家发货咋还给我带个塑料杯呢？这是土特产呢。这是我把袋减小点，这样比较方便入缸。咱先把袋里面的水倒出去一部分啊。哎哎，你别出去啊。靠，你不是大哥，我倒水出去，你搁这出去干啥呀？买这可咋整？这是那么的，来，你进这塑料杯，来来。章鱼这玩意儿吧，胆小，我不敢直接拿网捞它，它刚到，我怕再给吓死了。因为我之前就有章鱼是被吓死过的。就章鱼胆小这点呢，我是怕透透的了。你要不想进塑料杯，你进这里也行，就你怎么方便怎么来，你进来就行，好吧？哎哎。差不多差不多差不多了 ,OK! 别动啊，一二三走。哎妈，可算整完了，入缸吧。这小玩意儿挺招人稀罕的。哎呀，真好。历经了两个多月，死了我已经查不清多少个章鱼之后，终于有一只稳定的来了。我跟大家说一下子，章鱼这玩意儿呢，为啥在我这死这么多？第一，这个东西非常不好养；第二，胆小，有很多在运输过程中就吓死了；第三，章鱼体表粘液有点多。咱先把这个锁给锁上，省得它再跑出来。这个体表粘液一多吧，就是别的鱼正常运输个三四天没问题，但章鱼不行，你超过一天，它那水就容易坏，它就容易死。然后再一个分品种，这个品种叫真鸮。跟海王的那个章鱼保罗是一个品种。真鸮章鱼呢比较凶猛，互动性强，但是饲养的难度相对高一些。还有什么短鸮啊、霞红啊这一类的章鱼就非常好养。你看我这一共到了三条霞红，两个都被我养住了，然后其中一个死的是那个上回到那个萨白的那个是属实是到我家的时候已经快不行了。在之前你们看我养的经常死的全是真鸮，我就对这个品种的章鱼特殊情有独钟。就这只小真鸮来的真是来之不易。前两天你们不看我这倒了一只章鱼吗？然后死了，那只就是真鸮。死的当天我就跟卖家说，我说你再给我发一只吧，那只到货了死了。他说行，当天就给你安排一个发顺丰特快。正常是什么速度呢？当天发第二天到。
结果发了第二只章鱼，我一查物流信息，当天晚上飞机都没起飞，得，这第二天到不了了。这我一看第二天到不了，完了，这不又废了吗？我就跟他说，我说那啥吧，你明天再给我发一只吧，直接发航空，就不发快递，直接发飞机给我整过来，运费贵点我认。他说行，然后结果当天晚上一瞅，第二只章鱼的快递物流显示飞机起飞了，我说得起飞起飞吧，那就属于晚一天到呗，那就看看到了死活吧。然后果不其然又死了，这只我没给你们拍。然后就是他，经历了万般磨难，可算活着到我家的小真小章鱼。喂一个小龙虾来，这会儿刚到，状态没上来呢。哎，挺好，挺好，挺好，可以啊、哦，这小状态。哎，我去，哎，你别说，这小玩意儿是挺招人稀罕啊，比那大的瞅着好玩多了。哎呀，这只应该稳了。另外我这不都到300万粉丝了吗，答应大家的鲨鱼我忘不了，放心啊，那鲨鱼我已经定了，那钱都给人家了。完了现在是我先得整上缸，缸的话大概是3-5天能到我家，然后我就开始养水，养完水就放鲨鱼，给章鱼来个螃蟹。这两天光顾鼓着鲨鱼了，忽略了章鱼的存在。哎，后头呢，哎，眯个小眼睛，跟那个火影忍者的鸣人的仙人模式似的，眼神咋这么差，在这儿呢，干啥呀，吃夹子呀，你先撒了，来，你撒手，我给你蘸点辣酱你再吃行不行，真撒呀，行吧，辣酱要蒜蓉的还要甜辣的呀，都养着什么玩意儿，那螃蟹搁你脚边就那么溜达过去你都没瞅着，哎呀，愁死我了都，今天喂一下鲨鱼吧。这鲨鱼到家也有2天的时间了，这脸咋长得这么呆，特意出去给他买的海鲜，原来主人告诉我这鲨鱼在他那儿一直吃虾仁儿，还是剥壳的，说不吃鱿鱼，但是我觉得在我这儿一切皆有可能，凭什么鲨鱼不能吃鱿鱼呢，来兄弟尝一口，来，你不爱吃我给你加点料，等刚才那章鱼吃完夹子之后，我把这蒜蓉辣酱给你抢过来，就这玩意儿搁蒜蓉辣酱一炒，那才香呢。得了，这是真不吃鱿鱼啊，掉头就跑啊！哎呀，这鱿鱼我自己拿蒜蓉辣酱炒着吃得了。我鱿鱼呢？我今天的晚餐呢？变魔术呢？搁这嘎子跟我俩？你不吃鱿鱼吗？那前任主任养你俩月不吃鱿鱼，怎么的到俺家了？你改性了你呀、啊？我这还特意预备着给你还画个虾，你这事整的，得了，喂了吧。问了好多养鲨鱼大神，说家里面养着鲨鱼吧，吃虾得扒壳，说怕这个壳呢卡那个鲨鱼嗓子眼卡死。我觉得不至于，鲨鱼这玩意儿，你说这那么笨，搁野外早灭绝了。但是咱还小心点吧。你这待遇太牛了，我自己吃虾我都懒得扒壳，来尝尝来。哎。这玩意儿可挺懒的，哎，咬上了，走了，来，给你来，虾仁儿，大虾仁儿，哎，我平时我自己我都舍不得买大虾吃啊，我给你买了3斤，你这干啥呢？脑袋咔咔往外杵啊？刚吃完饭，你要出去遛弯去啊？我给你拿音响，你出去跟大妈们你跳广场舞去得了。别动啊，这最后一块虾。别动，老实的来，一动不动的当一个王八、啊、哎，对了，小怪家名产鲜虾手握鲨鱼寿司，你等着我再去焖锅大米饭。行了，不玩了，最后一块虾吃了吧，这鲨鱼刚到，状态还不太好呢，等过段时间就会凶猛起来了。然后这虾头就别浪费了，给你吧，你不挺爱吃虾脑袋的吗，你来归你了，拿走玩去吧。哎呀，这回挺好，螳螂虾和章鱼都能捡鲨鱼剩饭吃吧，要嫌没味儿吱声啊，我上章鱼那儿我把蒜蓉辣酱给你抢过来蘸着吃。